他戏里父亲的那个头，被我被宇文怀给砍下来了，然后带来给他看，然后本来那个头呢是放箱子里的，我一看，哎呦，太吓人了，我在那儿开机之前，我在那儿酝酿，等一开机的时候，啪，我把盖儿掀开了，我说燕洵，来，很久没见到你父亲了吧，我带你见一见你爸，啪，把头拽起来了，他当时在台下。窦骁，对，就疯了，就咆哮了，那种感觉就是，就开始骂，开骂，就往上冲，冲上来，呱，我给踹下去了。等最后一下不被箭射了吗？我就直接就把他头给踩住了，咬牙切齿跟他说：“我说，见到你父亲了吗？是不是很想他？就一直在那踩踩踩踩，踩的已经崩溃了，变态了。”他说话了，在那敲敲敲地，就是这种。燕林，燕林，别踩了！我要说词儿了，头套快掉了！是真事儿。集中一个人，集中一个人。对 对, 对。我觉得芝芝脑力不够。先走一个。对。啊，贴贴先开始，好不好？来，贴贴准备啊！贴贴哭，贴贴哭，贴贴哭完，芝芝拉，芝芝拉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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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完，罐罐打滚，罐罐打滚。罐罐打滚，罐罐打滚，罐罐打滚完，芝芝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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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翻脸脸我，脸脸的我，脸脸我，脸脸的我，芝芝的我，芝芝我，芝芝我，芝芝我，那个隐隐打滚，芝芝打滚，隐隐打滚，你不是芝芝吗，老师？耶耶耶，咱俩携手在旁边看热闹，我跟你们说，盯着芝芝搞，你们还敢搞芝芝？芝芝只有一招，就是搞不倒的，搞咔咔，搞咔咔，别去搞我，别搞我，还是搞芝芝算了。用气势，那个刘雯上，你用气势把对，好好。罐罐扭，罐罐扭，罐罐扭完，芝芝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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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完，连连铁门槛，铁门槛。这是什么鬼？耶！当他开始这么抓头发的时候，我们就应该是防着他点，是吧？你还有啥动作没展示呢？还有打滑出溜。哎，我就不信了。来，佳佳带着所有人站到这边来，我们集体搞芝芝一个。好，我就不信搞不过你。他就波波上，来吧，先给你搞懵。来，波波摇，波波摇，波波摇完，芝芝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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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完，连连舔鼻头。哎呀！哎呀，这是怎么了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没有想到一个这么有趣的游戏会走到了这么幼稚的方向。好，好，好，辛苦了，芝芝啊！咱们要不要杀一下？来，我点再来一局，你们刷啊！啊，天黑请闭眼。狼人请睁眼，狼人请杀人，女巫请睁眼。告诉你，谁被杀了啊？你救不救？救啊！救啊！救啊！哎！咋了？哎呦！没有，他自己说漏了，睁眼睛，能睁眼睛吗？睁眼睛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她是女巫，然后紧接着我说：“女巫救不救？”救！气死我了！谁？你是狼人吧？我这狼人当得太没有存在感了。我现在要刷新了啊！我点了，再来一局。天黑请闭眼。狼人请睁眼，
狼人确定杀人目标。狼人请闭眼。女巫请睁眼。今天晚上他死了，你是救还是不救？点头 yes， 摇头 no。 胡老师你快一点行不行？你救救我。你快点救我呀。救我。女巫请闭眼，预言家请睁眼。今晚你要验谁的牌？这个是好人，这个是坏人，他是这个。预言家请闭眼，天亮了，今天晚上大爷死了。为什么笑成这样？我等游戏结束我再告诉你们为什么我要这样笑。好了，大爷你可以说你的遗言了。这个节目录完之后大家都掰了，谁都不跟谁联系啊。掰了掰了，别联系了。